同学，哎，错附带了。嗨 ，Hello。这边呢，就是哇，排第一个，哦，他排第一个。Hey, hello, 同学，哎，抽福袋了。嗨 ，Hello。来，这位朋友，你们福袋抽完了吗？抽完了，抽完了。你们是哪一个？福袋是，哦，你抽到什么？抽到计时器。哦，计时器哦，哇，好棒，打开看一下吧。哇哦，啊，不晓得。OK， 还有嘞。一些普通的东西哦，小东西，对对对，哦，贴纸 ，mark， 哦，一个飞机模型，基本款而已啊，没什么，都基本款的，哦，基本版，都基本款的东西，哦，基本款的东西，了解 ，OK， 小东西，哇，这是什么？狙击镜，我靠，你抽到狙击镜了，对啊，哇，还不错哦，跟我的赛事合哎，哎呦，恭喜恭喜，杂志、背章、小东西、粘贴的，对。附带 ，OK， 还不错，好，看看大哥抽到什么，哦，面罩哎，哦 ，OK， 还有嘞，哦，对，这个是快扣，哦，快扣 ，OK， 有，我抽到了两个，还蛮，我觉得有意思的东西，是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哦，黑水的，黑水的杯心，然后，我看看玩家们有抽到什么好的奖哦。Mega Pro， 我靠，你抽到这个嘞！哇哦，来，这个是荧光弹夹 ，OK， 做的手枪延伸挂板，哦，延伸挂板，把枪套延伸上去 ，OK， 延伸挂板。这边有什么？哦，这边有什么？这边来，哦，又一把，哇，恭喜恭喜！感谢玩家，哦，做爱心，谢谢。来看这里，嗨，恭喜恭喜，谢，有玩过手枪吗？有 ，OK， 恭喜。这边还继续哦，好忙哦。对，恭喜你们哦，这个都很棒。好，这就是。还在哦。哎，对不起。大家开心最重要的。哇。大家还在哦。IBS 一个腰带。哇，你说到 IBS 腰带 ，OK， 这复刻的，但是也很棒，也蛮贵的，好硬啊！再来嘞。去。再来。没有啊，刚刚有拍过的。有拍过的。去啊。哦，有夜光弹夹，有。夜光弹夹。OK。去D9买东西送D9，不错不错。包还有什么？好，杂志小袋。哦，还有他送的皮夹。哦，不错不错。这个蛮好看的耶。那真品的吗？对啊，真品。我靠！我靠！还有一袋送。买福袋做爱心，赶快！
哦，来来来，在我们这边排队，同学们买福袋，有买福袋的吗？目前我们的大奖还在哦，我们的福袋大奖还在，福袋最大奖就是这一组，哦，由获得提供的哦电动枪，哦电动枪型。来来来，买到赚到了，买到赚到了哦。对对，他就说文创小物帽子，哦，帽子，嗯，哦，漂亮漂亮，面罩，好面罩，哇，贵天真乱，哦不对，贵天真乱，还要买，哦，手枪带，不买不知道枪品这么好，哦，枪套，哦。来我后面的，哦，这是什么大奖 ？NB 哇 ，NB buy，NB buy， 转过来，转过来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哦，都没有，他把头遮住了，那遮粘头干什么？不粘屁股。等下再拍OK， 好。F30的内容点，哇哦，电枪、气枪都可以使用。拜，恭喜，开不开心？开心开心。要不要捐出来？不要。哇，这位同学，我们太感动了！六十五，来这边，同学这边请，谢谢。他买过，他第一个。来，这给你的，要看看抽到什么。哦，哇，这什么？整套的，拿出来看看吧，拿出来看看，对，打开来看看。哇哦！枪天堂提供的战术枪套，是不是的？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不能搬，搬不住了。但是没有这个。12号。哇！你抽到的，哇！这是什么 ？KP11。我看的。哇，赞，第三位 ，OK， 我帮你拿，我帮你保管哈。大力打开，来，可给我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还有这边这边来一排，71，差一点点。有接近哦，有接近哦。后面都在看，后面都在看。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我的。杜哥，杜哥，下一块杜哥了，杜哥。Hello。看几号哈？可给我，可给我。来，七，77。有录影哦。对，有录影存档。人家以为我们作弊哦。谢谢。哇，这很帅哎。我看九号工作室，九号这位是安安小姐 ，Hello。我今天带了一些要清仓的套服。地下街，哎，也不错啊。对啊，哎，啊，它原价一套，其实最早期一套是900。对，那我今天的话是特价是一套600，两套是还有很便宜零件，我今天也有把它带来一些海神的零件，然后还有 W 原厂的零件跟一些小配件。Okay， 了解。那我们把背章都带过来了。哇，好棒！对，店内的背章的款式都带来了。哇，好，趁他们现在在准备福袋的前置动作，那我们就来看，继续看摊位。这个是风雷卖眼镜，嗨，哦，防潮箱 ，OK， 好，从哪个都要不断。这个是九号工作室 ，OK， 嗨，哎，你这样拍，我跟他们，我只拍你而已，我只拍你。还有卖一些裤子装备，一些枪。Hello， 嗨。一些小物品。
就不用点，手借我伸过去一下，一下就好。嗯，好，谢谢。你这边是卖什么？我们是杂志社。哦，杂志社。对，我们今天这边带来就是一些我们的周边。哦 ，QRF。还有我们的杂志，还有一些我们之前开始经销代理的一些战舰，还有军机以及战车的模型。哇，好棒！可以参考一下。哦，战车。那应该是猎豹式。哦，猎豹。OK。有玩战车世界的就很知道。我个人不是战车迷。了解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 ，QF。外套 ，ABU 虎斑迷彩，哦。二战四分冲锋枪，我们哪里靴子爆表啊？看他们拿第一名的爆表。四分我送，我给他选相关选购，看一下。五百，好，可以。耶耶，等一下，先拍长柄的。你好，尽量拍哦，可以靠近一点哦。五十四码。大哥，麻烦帮我拍帅一点。好，没问题。耶、yeah, ！你们是哪个单位？我们是义勇兵。义勇兵，店面在哪里？我们店面在 Y19，台北立亚线 Y19，直上可达。OK， 记得哦，义勇兵在 Y19直上可达哈。然后你们是以什么东西为主？我们军事装备、战术装备、生存游戏周边、生存户外都有。OK， 好，现在他们有展示一些东西，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平常到他们的摊位义勇兵 Y19 上面，台北火车站这边来做选购，谢谢。今天有独家预购商品哦，我们的私灯跟我们的 Sky 这个。哦、oh, 哇！大哥帮我们多多介绍一下。OK， 这是什么？这是 Scar S7，他们现在是新的 Scar 的特战部队的合进巨战折叠拖，哎、欸，对，我靠，非常的特别，目前还很少见，几乎没见过，真的没见过。那个出来我们的 Scar 都是比较大长的，它是那个是可以反折，然后这个是直接做折叠拖。它为了小距离空间战斗，太厉害了，特别搞出来的东西。对，哦、oh, ，在国外特战，他们算非常非常非常新的。哇、oh.。帅帅帅帅帅！然后，那东北他做了这个全钢制的反二战英军的冲锋枪，对 ，Stun Mark II。了解 ，OK。整个全钢制的哦，你继续看哦，好硬哦。